欢迎收看东京热讯息。Haagen-Dazs 最近推出了新的马吉冰淇淋，我来试吃给大家看。首先来试吃樱花口味，哦，抽起来是马吉的感觉，大家可以看得到吗？是有点硬，但是哇，很 Q 很 Q 的感觉。它就是一层樱花的马吉，然后搭配下面应该是香草的冰淇淋，然后樱花就吃起来就是有个樱花味，但我觉得整个吃起来蛮大，然后口感也蛮特别的。那我们试看栗子红豆口味怎样吧。哦，我们就来拉拉看。哇哦，摸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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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马吉非常非常 Q， 吃起来有点像是红豆打粉一样，它是 Q 的程度。很推荐这个口味，真的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 Haagen-Dazs 期间限定的马吉冰淇淋，有来日本的朋友记得要买哦。我是伟恩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